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queline。大家系咪好挂住去旅行呢？机会嚟啦！今个星期二凌晨，英国政府官网突然间宣布话，星期二朝头早10点开始会有100万张平嘅车飞俾大家畅游英国各地。而如果唔想只系游英国嘅话，今日仲会介绍平嘅欧洲车飞俾大家添，一定要睇到最后啊！好彩嗰晚未瞓，我哋喺英国政府官网嗰度见到话，由4月19号朝头早10点开始，会有100万张半价嘅火车飞公开发售啊！而旅游日期就系由4月25号至到5月27号。不过5月2号嘅 Bank Holiday 同埋5月14号嘅足总杯决赛嗰日就冇啦。这个堪称是英国史上最大的火车旅游优惠，是由英国政府和英国铁路公司一起宣布的。火车飞最便宜可以减到半价，而且优惠的火车飞还会多达100万张的。官网上面举例了很多不同车飞的优惠，譬如说好像由伦敦去爱丁堡，车费原价是44磅，现在只是减到22磅。伦敦去 Cardiff 的车费原价是47磅，现在减到25磅。由 Birmingham 去 Bristol 的车费由25磅减到12磅。为了推广和刺激这个旅游的优惠， Transport Secretary 还特登去拍了一条片做宣传，在条片上扮鬼扮马推广坐火车去英国各地旅游。就好像条片讲的，因为疫情，大家已经有2年时间生活在虚拟的世界上面，是时间出去走走啦。这个 RailSale 的官方网页，在上面呢很简单输入你想出发的火车站和目的地，那就可以即时去抢飞的啦。而如果你未有投水的目的地的话呢，还可以选 Inspire Me， 那它就会介绍由你指定的出发火车站可以去哪一个地方旅游。譬如说由伦敦的 King's Cross 去英国的中部著名旅游城市 York， 现在的车费就是15磅。现在都有不少香港人住在 Nice， 如果大家想去 Nice 参亲的话呢，由伦敦出发的车费是15磅。而这些优惠不一定是由伦敦出发的，可以调返转由其他的城市入去伦敦都有优惠，所以住在英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上网去看看。而如果你很清楚出发和目的地的车站的话呢，就可以在官网上面直接输入车站的名字，然后再去 search。相信都有不少朋友可能会想去苏格兰玩，现在由伦敦去爱丁堡的车费原价是44磅，现在只需要22磅，足足是半价的优惠。选了目的地之后，你直接按这个位置，它就会显示了很多不同的铁路公司，那你不用理它，直接再按 buy ticket 就可以了。之后就会去了提供这个火车服务的公司的网页。在这里呢，大家又要重新再输入多一次那个出发和目的地的。所以刚才那个官网呢，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给大家看看有什么的火车飞是有优惠，由哪个出发点去到哪个目的地。跟着呢就要选择出发的日期。那在这里很方便的，大家按个月历出来呢，它就会显示不同出发日期那个车飞的价钱。那会见到呢5月4号开始出发的火车飞呢，去爱丁堡就是由36磅开始。留意返呢，不同出发日期呢那个价钱都可以有不同的。之后呢就要选择回程的日期。跟头先一样，按个月历出来，然后再揀返你想回程的时间，就会显示那个价钱的了。这里见到呢5月16号起呢，回程的车飞呢就是32磅。之后揀选出发的人数，还有还可以输入 RailCard 的资料。 RailCard 之前我们有另外一条片有介绍，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个资料。我们用的就是 Two Together 的 RailCard。 入好资料之后呢，再揀 Find Chains， 它就会显示有什么的车飞可以揀的了。咦，为什么没有回程的时间可以揀的？难道我入错资料？等我试下改出发和回程的日期先。
咦，点解都系唔得嘅？都系冇回程嘅时间可以拣嘅。我明明见到嗰个回程时间系有平飞嘅、哦。哦，原来我入错咗嗰个回程嘅时间，我拣得太夜啦，所以冇嗰个可以选择嘅火车时间。我拣翻早啲，然之后再 search 咧，今次咧就会见到有去程同埋回程嘅时间可以拣啦。以呢个5月17号出发、5月24号翻嚟回程嘅时间为例，最平嘅车飞咧就系29磅，两程加埋咧。價錢一共就是58磅就可以由倫敦來回愛丁堡了。雖然這個時間未有去到半價那麼便宜，但是都已經去到接近65折的了。慳到的錢用來去到當地不同的觀光景點買入場費用都不錯、啊、如果來回程的時間不適合的話，其實可以回上去這裡改那個出發和回程的日期，咁之後咧就可以喺網頁直接再顯示唔同嘅日子有咩時間有特價嘅車飛。而除咗喺英國旅遊之外，尋日仲俾我見到喺 Eurostar 嘅 Facebook 網頁都話有做緊大特價，只要撳依度就可以睇到，除咗去 Paris 之外，比利時同荷蘭嘅車飛都係39磅起咋，即係400港紙就可以去歐洲旅行啦。Eurostar 这个官网很容易用的，只要你想选譬如去 Paris 的话，选 Return 然后选人数，在个月历里就会见到每一个月份哪一天是有便宜的车飞的啦。譬如好像5月4号开始就有39磅的车飞，而特价是至到暑假尾的回程车飞都有的。大家可以看到最贵的车飞其实是要169磅的，现在39磅是不是很划算呢？所以一个人如果由英国来回巴黎的话只要78磅而已。选完这个来回的日子之后，跟着就是要选这个车的时间了。时间方面都有很多选择，但是要留意不是全部的列车班次都有特价的，所以要看哪一个是39磅才好按进去。但因为一日都有很多班车，所以大家都可以有很多选择。是不是很吸引呢？心动不如行动啦！我们已经将两个特价车飞的连结放在这条片的资讯栏那里，大家按进去跟着我们的教学就可以买到便宜车飞的啦。如果未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Facebook page 嘅，就要快啲 follow 我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呢啲突发嘅消息，我哋都会喺 IG Story 同埋 Facebook 嗰度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哋呢条片嘅分享，就要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同埋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约佢哋一齐去旅行啦！下次见，拜拜。